我是 UOM&E 的 Henry。 Engineer 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冷静理智，其实都不是的，我们一班兄弟都比较感性，我们相处好像一家人一样。试过一次我们去救机，当地的机场封了一条跑道给我们去拖机和做 high power engine run， 就是在这些 unexpected 的环境里面令到整个团队更加专业。 UO 十周年了，我希望我们的团队成为最安全最可靠的 LCC。